海锅子比蛤蟆好吃，对。一箱以下，羊一胎两公斤啦，300块了啦。两包啦。哎，加几分？加几分？无啊无啊。给我加加加。无啊无啊无啊无。一箱尔，一箱尔。啊，搁啥？搁啥？搁啥？这只无人来哦。哎，来哦。一箱有没有多少？300。这只无啊，这只2000。这只1500啦。你吃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吃了。这只肉不是鹰钩呢。啊？这只狗肉呢？这只无来，1500了。1300，1300。啊啊啊！有要求哦。1200啦。1200无人啊？跟我无人，我不认得个。无啊，这钱也无啊，啊我二楼啊嘞，二楼也袂去啊，搁唔办？这千二无人来哦，有人买，有想要买野手啦？有要买吧？你这只你有想要买野手？有人爱吃无？无啊，你唔敢食石头？你这只有想要吃的无人来？一千二，哇！千，千两，不要紧不要紧，这一点点来，这外卖。可以啊，哎呀，这红鱼啊，小麦。哎，这一千毛来钓。无啦无啦，这小麦红鱼啊，哦，这大只的哦，只买一斤的，剩两个人可以了，无啦，紧的包包去啦，只买三尾啦，只买放到后摆开八尾，只买四尾好起晒啦，开500了啦，家里的事情，六尾500啦。我才会去新达港，我大概坐12点的车，12点的高铁去新达港。这六千五百，我大概1:30到2点之间开播，下午7500好了。然后这边我回去还可以吃个早餐，家里的事情做一做。哦，这六千，这六千。哦，吃6500，六猪白，啊，吃我计吃8只，8只啊，500好了。过来，8只500。阿婆，你拢食啥？八只500块。你三只，啊，你三只200块啦。200块。三只200，阿就三只200啊。你只阿个买，阿有创业。阿哥，那么三只无200块了啦。200块。200有无？啊，头前头前来。三只200好赚的。我先买三只啦。会哦，完掉了200块，然后来200块，过来，我那个摆一边啊。他开始生，我跟你讲，他生气就会有阿管的样子出来。阿杰吧，杰吧。信哦，只要生气就会有阿管的样子跑出来。而且还可以寄存家嘛。你看他生气就会像阿管。我你也打他阿管。好了，好了，拜拜了。生意那水了，生意。沙巴无哦。哎，无啦，今年我再卖卖掉啦。小姐，海龟子，海瓜子，伊这吼海龟子正常爱浸海水啦，都袂死。啊，阮这来吼，因为要保持鲜度，无浸海水放冰箱哦，所以水龟子正常。无沙啦吼，无沙，插落保证会开袂开起在现挂啦。正来来来，无啦无啦。春节啊，拢无啊，羊买一台啦，卖用开500块啦，这若无一斤，这有凊彩用啊，真嘞，凊彩拢超过1斤，无啊啦，只尔，200了啦，200啦，200块，200结尾啊，无同200块。这是海龟子哦，这是蛤蟆哦。卖个门爱套刷无啊？拜托。海底无刷蛤蟆啦。海底无刷哦。不能吃的啦，不能吃的。啊，你也唔信，你卖使下套啦，看卖套，看套会出来未？套啦，伊还袂套，你先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叫你，要死死你。你给我包套来啊！啊，套啦，你准备我套。哈哈哈哈哈！再两包。无啦，啊！这海鸡母无人来哦，我来死我。好，悠轩，你已经安全到家了。悠轩，你怎么那么快？
佑勋怎么那么快到家？你又飙，你是飙车的哦、喔，你飙车的、喔。今天佑勋，今天佑勋就是来买那个软丝的那一位，那一位美女。今天佑勋就是买软丝的美女。你三只卖你一千块啦，我弟生病啦、啊，我弟生病啦、啊，你有什么钱要给三只啊？我弟生病了，500块了。我包了，包了，好，没问题，下次再来啊，耀轩。啊，无啊啦，无啊。阿哥姐，加我五百。无啊，无，无啊，分好啊。哦，逃粪哦，吓我一跳。我以为怎么那么快就飙回去北部，吓死我了。这个很棒呢。你被人抢水哦？啊？你被人抢水哦？我先哭了。我还没去照啦。你二两了。笑。好了。黄草莓打电话来。干嘛？让他留两只了。留两只，留一两给他。我去网购人买无？去完。啊，只剩咧鸡腿排够人买，搞要鸡腿排。好啦，无人来收起来。来，200块了，两袋，无骨的4袋，来6袋，来8袋来200块了，来9袋来10袋来200好了。要鸡腿排无？鸡腿排200，剩只尔无啊啦。哎，你，哎是，拜拜。哎，六，中年真早。对，十，哎你，四，六，八，几包？十。没有了。十。来二。四、六、八、十、一、四、八、五、哎，刚刚五，涨，减包变够无？有啊，减买啦，减买啦，几包？两包啦，包，我来两包，够人来无？我都几包的啦，分四包啦，一四包都要来，爸爸，天天拜拜。好啊好啊，我都给我剪下。5包啊。来，5包，给剪。手机包100块。我问你，你刚刚叫几点嘛？9点。哎，你点啥？我报你做。哦。我其实才8点。你惊着哦？你惊着，计是给我带的无？无啦。那可能惊着。我什么人会惊着？我到12点了，你袂惊着？干嘛话事？所以唔惊话事。怎么死啊？今仔死啊！会找我？今仔死啊！今。要饱了，要饱了。哎，你来听，要不要？现在才9点呢。这个分工啊，好开啊！对啊，无人来收啊。无人来就收啊。什么鞋呢？300块了，300块价。300。带300的。300。300的咩？无300。无啦，买出去。9块还有米吗？2包。有2包。200，这一个两百，这一个两百，这一个两百。
今天的鱼很贵啦，不然他不会进这么少。他的鱼很贵，不然他不会真没有进。真的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你有看到那一天什么鱼特别多的话，就是那一天鱼 OK。他像今天的鱼都一点点、一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的，就是代表今天的鱼非常的贵。啊，你可不可以？今天的鱼非常的贵。可不可以抬过去把呢？这是樱花虾米哦，这个有点要爆一点，来，不然要黑皮啊不？大好了，一百。100块。右轩是买卵丝，右轩不是买花枝，他是买卵丝。那三只卵丝就是他买的。这两卖吧。你不要去吧。哎，给你。我啊。OK OK。我过来好。我给剪一下，剪。这个，来前面一下。够吧？一百。不要。啊，300。好，你要拿吗？OK。哎呀！来一百。100来。哇，这么胖！怎么变那么胖？30公斤也太胖了。你之前很胖哎。来一百来。嗯，算得出来。100。你这样转头就有几斤几斤，太夸张了。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Thank you.
来最后两个了，没有了，包住完。再吃。还最后一个。你要什么？四零八。我啊。在旁边的。我要搁这下。我啊我啊。很好吃哦。过去要保持条可以啦，保持条啦，先不要死开啦。哇，最好是开一块。这个开开，保呀保呀，保啦。八十八。要去渔人去找。四维招，布林招，布林招，八号娘子，八六，你叫回去来，好，来来，叫回来，我不出来，八号娘子都给你，我接回来，八号娘子，八，小姐，八，好，小姐，八号娘子，小姐，黑八，要不要进来，八娘子，八娘，八六来，来，好，小姐，八，好，小姐，八八啊，小姐了，你不是，来。要看咩？要背啊！要背啊！我会打字的。要背啊！我们老板买的对的呀。我叫你讲这个事。我不会做东西啊，真。包。包啊！包。拢没位，这钱包，包好包好包啊，拢还包啊。这钱包啊。放我里啊。包啦，哎，包。包。这钱包啦。包啊。我买哦，都是我包。
你包一块来，你钱我叫你三百，我叫你三百，你两三百，你给我好两。有一轮这里要三千的了，三百。七条给你三百了，七条给你三百了，你干嘛我单？有没有一轮啊？我看有鱼两个无啦，六两无啦。鱼团有鱼团，一只就一百。你问生意，你这卖三百好，我看来六两无啦，有啦有两啦，有两个三千啊啦，有两三百买着来。有两个一只要一百多哎。有没有两个三千啊？有两个三百买着。我是带人去播啦。两个几只播三百块呀？好少呀。三百也无啊，安怎给你啊？贵点咯，都不值钱了，都贵贵点无啊。你话这边介绍这，排骨不好，这干这排哦，这排正头四十块，真系。三百。哪条啊？真系四条，五条真系三百六，五条三百真系，五条真系三百六啦，三百，一人三百，五条真系真系咩？三百块，三百六，三百块，公文交出来，记录就公文交出来，拜拜。还交质量吗？我上次我听到伊哦，无需要输掉的啦，哎呀。对了，这种海鲜，这种海青蛙的啦，这种海青蛙好了，这种海青蛙，青蛙啦，青蛙了，我摆了，我摆了啦，这没力气哦，我得摆了哦，能摆了，今天摆了，摆不着。哪里去啊？看没有？啊，对了。太阳了，对哦，太阳了。嘿，路边摊啊，这路边摊啊，一条鱼卖哦，加做四块，做成一碗就八十块啊，一百块了来，来八，八只，一百块只，八两，一百块啊。一定哦，做做事情还不吃哦，还叫问我这边叫好吃来，一百块，哎，问我这边叫好吃来，一包，八两来，一只来，又又叫客哦，叫客哦，这二楼遐哦。伊落遐有一个阿英，阿英你袂做阿英卖个，加一条鱼卖，加做四块黄鳟鱼，我通讲咬出八十，真系，多块啊！你啊讲出来，阿英，阿英，阿英你有看无？阿英，阿英伊比较英，伊咪讲英，伊超英。有啊，人家来拿虾仁啊！哎，钓完加做四块，我就做两桶过去。来过去。哎呀，这三百真贵，贵一千八，要你哦，要，拢起起真，这哦七百了，拢起起啦，六百了啦，六百，六百了，剩三百俩，五百啊，五百块哦，系啊，系啊，无啦，睇下我系啦，唔惊你系啦，睇下我系啦，你话，来啊，真系啊，拢你五百咩？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你不行。哎呀，太不行了，太坏了，坏呀！兄弟，你不行，你不行。什么家？你不管你讲完没啊？讲完没啊吧？不要你，不要你，到你这，不要你，到家你上报道好些年啦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买惊啊？哈哈哈！好啊，无啊，拜拜。那路放个三只三只摆，你怎么看不会有其他？你现在这拢二三百块了，我去啊，这五只拢二三百块了。嗯
我这一半两包，那咩来无？多少钱啊？香鱼，香鱼大包。OK， 那我准备收播了，好，我准备要休息啦，下午见啦，倒数计时哦。OK， 来不？五、哦，爱规矩啊。跟着收喽，这些让他们慢慢剪就好了。四，还没差啊，还差了嘛？我准备回去了。三，收播了，收播了。好，一，拜拜，下午见，拜拜。啊！哎，大哦，这么诶，真枪诶！哇，我们家在猎枪。哎，贵哦！哈哈哈哈哈！贵啊，叫贵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过来上你心了。二姐好讲诶，你坐过啊？二姐坐过啊？二姐嘛惊着。